马来西亚马六甲有一群志工，连续七天制作福惠红包，要把真言上人的祝福送给参加的民众。看一下，1月18号。将日期记下，马六甲慈济志工为2014年岁末祝福，投入制作4200个福惠红包。只要是底哦，它是很多条线；只要是面呢，它是有只有一条梗在中间的，就叫面。小小的稻穗要细心挑选，还要正确粘上，可不简单。靠的是志工的眼力，还有专注力。其实很多志工，你看样子他们都很用心的。开始讲，哎呦，看不到哦，眼睛花了，看连老花眼都带出来了。要细心哦，希望多做，跟大家接上缘。不小心太翻累了，跌倒。拿着拐杖缓缓走进职工室，78岁的黄雅佳，即使脚伤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也坚持把握来付出。几个月没有做了，要做多一点。精神可嘉，然后你看做东西，看不出我是专家嘞，做得很美啊，做得很美，很用心啊。汇聚众人的爱心，每一份福惠红包都蕴含着真言上人满满的祝福。大新闻吕佳佳、钟建明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